大家好，我是羽翼之兔。那今天我的英雄梦够午休，然后做了一个大的更动。那么比较大的更动就是在家族的部分。那么我们先来看我的英雄梦更新午休的公告。第一个，他预计说本来要开放的世界魔王，但是暂时不开放了。因为就是一直有那个连线遇石的状况，所以他一直修不好，所以就干脆不开了。那么在平安夜会出现很多 S 级的原神可以抓取，那我已经有抓取了呢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我的原神，然后最新获得的有这个圣诞小小兵跟雪人绅士啦。圣诞老人超 Q 的，好可爱哦。然后还有一些他的进化型我还没有，他有哪一些就在下面有讲。圣诞小小兵，登录3天的福袋或是8小时的蛋，个人的补给站跟野外还有共享补给站上面会出。那圣诞新兵的。也是3天的福袋，跟个人跟野外还有共享都可以。那再来是圣诞拐拐，就是拐杖，然后在3天跟一般的转盘还有合作的站。那么再来新还有圣诞老人12个小时的个人补给野外，圣诞老人。比较好抓到，那时候一开更新完一开五，就在我家附近就有抓到了。然后还有圣诞快乐、绝顶的转盘跟7天的登录，然后绅士这个也很好抓，我也有抓到了，也是12个小时的蛋跟个人的补给站跟野外跟共享补给站可以抓到。那雪人贵族一样也是在野外跟共享，然后。雪人王国也是，啪，后面一堆，OK，那这个自己去看就好了。那么再来就是说，他有发奖励给大家，然后还有新增 Coco 跟晨间厨房的特色补给站。晨间厨房它多了一个特色补给站就对了，就是多了一个点就对了。那么还有 Coco 专属的原神。那么这些新增的一堆，有的没有的，你们自己看就好了。那么他就是连续登录3天的奖励跟7天的奖励，有做更动的动作。新一波的登录是从12月26号开始，然后的7天这样子。那么，重点就是家族的相关的做调整。原本来你重建家族，你被打败了，你的家族消失之后，你要再盖一个家族，就要本来是500呢，现在调降为100的能量。那么拆除家族据点从40，然后变成5点，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 bug，因为你既然没有办法打人家的台子，那你又怎么可以去打人家的家族的据点呢？好奇怪啊！然后拆守护塔，然后5点降为2点。就是原本来拆水晶的那个部分，从5点变成2点。然后据点那个他是说现在有保护期间呢，有保护，就是没有办法打到台子。那么他的所谓的据点是40降到5点是什么意义？这个很奇怪。然后拆本来是拆20个就有保护，那现在变成15根。那1月改版，就是前然后优化家族的据点是，你看家族的据点跟守护塔将无法攻击。那他现在又在上面说，就那个能量从40点到5点，那5点都没有人会可以赚到，因为他现在守护塔是无法攻击的。对呀，还蛮奇怪的，对。然后家族原本来就是许愿的元旦从5金调到10的绑金，就是原本来拆塔的任务有五金，没有，本来拆塔是没有，是摸塔，它是提高了而已。然后如果你
那个拆塔应该是摸塔啦，就是摸人家的塔，然后本来是有五金的，那现在他没有五金了，所以他就把它弄到许愿金那边，变成就是加到那边去，所以拿到的是不会改变的，那就是拆塔，它本来五金就改成15的荣誉，让你有更多的荣誉去盖你家的水晶这样子。重点是也要有家族给你打水晶，我现在目前吼啊找不到家族，对，莺歌区已经没有什么家族，大概就剩那个昌哥他们的家族，可是他们家族太强了，打不过，所以只能去别的区域找，可是现在被打得很快，所以就没有什么家族可以打了。对，那么家族那个异界魔王纠正异界魔王攻速异常，异界魔王这个东西伤害还是没有改。我今天去打，跟之前差好多，我根本就是在替异界魔王给抓羊一样，完全达不到伤害。以前几百万的伤害，现在只剩下几千几百万的伤害，所以这个还是没有改善，对。那配合活动，它就是本来一条龙要200，现在变成100，然后本来那个阿修罗王要300，现在变成150，就是砍半就对了。那么他说世界魔王他现在还在做改变，所以在调整中，所以那你干嘛那么快出来？再放好玩的就对了。所以目前今天能玩到的就是，比较跟我们比较相关的就是这个圣诞节的原神呐、啊。那就像是异界魔王就说了，其实没有改变，所以还是很难打，所以就看家族族长愿不愿意帮来打了。是，其实现在是还好，是说如果以前失败了都会送一些道具，现在是送跟他相对的原神，那原神包，所以我觉得还 OK 啦，所以就是大家还是打啦，就算失败了也是有原神加减啦，这样子。对，那么那个世界王吕布那个不要傻傻不开，那个要开，有机会开到吕布哦。我之前打那个世界王，刚好有拿到那个吕布，可是他的资质很差。对，那么就是 S 级的那个原神，就是这些绅士这些加减抓一抓啦，对，因为你就算不好拿来当那个肥料也 OK，加星魂非常的缺，所以对。然后家族这部分的话，如果有在跟动的话，那就在拍视频讲嘛，因为我记得当初小编是跟我们讲说，家族的那个棒异界魔王那个塔是不能打的。他会保留那个塔，那既然保留了那个塔，那你不能打家族据点，为什么还有一个40降为5点的这个公告？其实还蛮奇怪的，要再去做确定，说是那个塔到底能不能打。对，那如果有比较，就是有确定的，就是然后再跟大家讲。对，那目前就是守护塔这样子。还蛮难守护的，因为常常会被围殴，所以就大家尽量就是，异界魔王继续打，然后抓元神，就是还是抓元神，对，这个游戏就是抓元神，因为 BOSS 没有办法打，那就是如果你不想就是收水晶的话，不想打人家水晶的话，你就是家族的异界魔王，然后就跟抓元神这样子，然后家族任务这样子，对，所以这次的改版就是新增了一串东西而已，其实也没有很大很重要这样子。那今天就讲到这啦，拜拜！喜欢点个喜欢，然后可以留言，然后就是也可以订阅这样子，那就这样，拜拜啦。